我记得有一天，我就带着我的女儿到铜锣湾去看电影，然后我就买那个戏票。买完戏票以后，看一看时间，还有一个多小时才戏那个戏才上映，就带着我的女儿站在那个铜锣湾的街边那个十字路口，就看左看右看前，我就不知道要去哪里，因为很多很多的人，好像每一家餐厅、咖啡厅都满座了。琳琅满目的橱窗，我一下子就很感慨，我就觉得，就是一下子就想到自己小时候的那片天空，跟那个稻田、草地，还有好像一望无际的那种空地，可以让你奔跑。我那时候站在那边感触很深，我就想说，我真的要让我的女儿在这里成长吗？我好想好想带她回去我成长的地方，让她也感受童年的那种自由跟快乐。我真的那一刻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我就要带我的女儿回到我的家乡马来西亚来生活。Thank you.